勇者斗恶龙，好，赶快！我要去打两个，你拉这个，继续，你不要凶他。啊，是。这个哈，你要自己拉扫啊，这个哈，妹妹，哥哥让你按哈，哥哥帮你用你按着扫哈。近一点啊，太近了，远一点点啊。好，有。不行吗？两个蓝的跟红的要起来。几盾？我们不是有一个小盾吗？放哪去了？没有拿的。怪物，不要按了。好，妹妹按那个发光的。把卡片收起来。卡片收起来。好，我等一下要重新评估一下上去。卡片给爸比。没有，换成什么蛋？哦呦喂，是两第三蛋的呢，是两只，好久没玩了。我玩到强的 ，Oh my god！ 玩玩过，都没有强的，到底能不能走？我也不能走。给妹妹按，给妹妹按。回忆先，主角先，你的你自己卢比先加。OK。OK OK。哈哈。刚刚疯狂。现在换着我来。快点！等下破坏你头盔，慢慢按喽。我那么慢才4点。哦。还好啊。太久没玩了，龙斩。龙斩。啊，完蛋，这是超龙。四龙哎。好，650，好痛哦。那如果喷我就超强。怎么那么多刺龙啊？哦，他两只哦，还有还好一点。刚刚你发动魔法师的技能，对不对？可以打500，也可以打500过去。不要像那个不死。还好。我觉得我要来买到这个东西，还不如专来。主角先加，先加，先加，妹妹。补习黑龙的满格那个，那我们又没有办法发两个。笑哦！运动开始。1279。哦呦，要爆掉了！我真的觉得我只撞死而已。还好。暴雪锤击。尼古多拉斯他也是在死。好一千呢！超痛！他怎么打那么多？挥发，不是，挥
哎，结果那一只打1000呢，很高哎。人家超高。没有怎么样，只是你打死他有其他。我是三号球。有没有有没有遇到？看看有没有遇到？等一下，有没有遇到小王？自古气息是，好、哦、没有，哎、欸，好要打了，来吧。不要了。小王吧。来打。有那个。完蛋了。完蛋。不然他们过哎、欸，太久没用了。爆裂。你这。邪教使盖使徒盖盖马，邪教使徒盖马。那是谁？不知道，很久没玩了。他是盖马。他是3900。为什么？你那个谁先加？我都没有用到，你先按。妹妹。他先攻，一定他先。他打很痛吗？对。真的、哦。打的。魔法屏障。哦，他长好丑、哦，勇斗的魔王都长好丑、哦。什么啊？魔法抵御力增强。比分的话，太高。627哦，伤害直接减一半呢。炎热烧灼的气息啊！哦，416，龙完全。739还可以啊。暴雪锤击，棉花糖，他棉花糖打人会。哎，为什么没按到？你没按到啊？魔法攻击不怕啦。对，他不怕魔法攻击。哦，这个还打比较痛。因为他很弱啊。然后他也把。哎，为什么？哎，公主，他降两个。直接两。可以全满吧。已经没有按到了。过了啦，过了。下面那个可以再灌一盒，它就会有职业招式，对。欸、真的呢。招两段。新的哦。对，新的系统。哦，一刀两断斩。多打一刀的意思。哇。一刀两断斩。哎哎哎，阿成，挡住了。我知道。一刀两断斩。一刀两断斩，你看。哦，按准时间按下按钮，哦，这怎么按？按正中间哦。好，哎，太快了吧！哎呦，不错哦，帅哦，也太快了吧！74级，可以了，可以了，关刃，刚好了，刚好。哦，哎，还差一点。哎，你卡片还没拿，你先走去哪里？我妹妹来选卡片。还没选卡片，还没，等一下。那他就跑走了。还把它放好。妹妹，卡片慢慢选哦。阿成，你来选卡片呐、啊。阿成，来帮妹妹选卡片。好，你选，那你不要乱选哦。好，我等一下跟你讲，你慢一点。哥哥帮你按，然后你选，好不好？哥哥帮你来选，给妹妹选，我们都不要。你慢一点哦，慢一点，不要选，你让他选。你让他选，没有，哥哥让你选。等一下啊、哦，史莱姆，好惨。再来。来一个吧，没有，跑步，这个它是美，有没有美的？没有，这个长跑，跑步，还是一样的。毕业，啊，没有了，没有。好，这次还可以啦，反正我们没有，这只选狮子，妹妹选狮子，怎么选？我们只剩一场的时间了，马已经在右边，在右边，哎，狮子，好，按吧。确定，
我们没有狮子。按了、啊，按了吗？好，就这个叫了，确定，蓝色。先扫他身份卡。嘿嘿嘿。好，好饿哦。你要跟我一样。上去。好。啊，等卡片出来吧。等卡片，他在跑了，等卡片。你要先按，把按键结束，他才会开始印吗？哎，不是。哦。他会，你按这个会要再加钱那个、哦，要按否，对、哦、然后就结束。解锁、哦。好。没有必要。帅帅，给宝贝。好。走吧。嗯，我第一次。给宝贝。大魔王出现了。好了，来了，走。拿到一只小狮子。多贝斯 ，OK， 拜。